视帝陈展鹏在2018年同港姐出身的善文由 Phoebe 结婚，生了女女小朱比之后，太太 Phoebe 开始淡出幕前，以家庭为重心，又转型做 KOL 经营社交平台。日前元宵佳节，陈展鹏就特登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大展歌喉，为太太拣选鲜花送俾佢的影片，真系好甜蜜啊！日前又难得见到佢哋一家人出席活动，都有同我哋分享佢哋嘅新年愿望啊！今年希望新一年都是主要身体健康啦，小猪比身体健康，咁啊可以吃多啲好味嘅嘢，去多啲地方玩，咁啊同埋嚟紧新一年咧，大家个个都龙马精神。系会唔会即系多啲好似你哋咁啊？今日咁开心，一家人一齐出现多啲咧，嗰个唔得，嗰个想唔想咧？爸爸 OK 啊，我哋其實我哋都多嘅，同埋好難得今日嘅，因為好難得今日嘅情況之下，可以又可以帶埋小朋友，因為平時即係你要咁多小朋友都可以聚埋一齊咧，其實係好難，通常都係生日 party 先會有咯。嗯，會唔會都考慮俾女女一齊出現下幕前咁樣咧？而家主要讀個書先，玩嘅時候即係可以同我哋玩一下 OK 嘅，但係就冇特別規限佢。